35岁中年小阿姨一天的2000毫升喝什么？这几天晚上睡得晚，早起脸都肿的，吃小豆薏米茶，这不赶紧安排上。第二杯就先倒一袋西梅汁，该说不说，这个西梅汁就真的炸马桶神器，再加上柠檬 VC 汁，这不让人又白又瘦了吗？哈哈哈。第三杯就直接沙棘原浆来一袋，大家选择沙棘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原榨的，这种更纯粹，营养价值也更高。好了，简简单单三杯完成。是小豆薏米茶、西梅汁、柠檬盐、沙棘原浆。第一杯就这个沙棘原浆了，加水稀释过后就不会那么酸了，而且它原榨嘛，里面也会有沙棘籽油，喝起来就味道清爽，口感厚重。饭后这杯解腻小甜水，咱就是说柠檬汁中和了西梅汁的那个甜，这杯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果茶本茶啊，好喝。最后一杯啦，料很丰富啊，都是食材本身，入口就先是菊花的清香，然后枸杞红枣的清甜，回味还有赤小豆薏米这些谷物粮食的香气，好喝好喝。好啦，就这样，记得喝水，姐妹，拜拜。